wir heute. Danke.他就进来开门，他妈他也没有把我爷爷抱上床，然后就把他可能，吵到他那个睡不了觉，就有点脾气了啊，也就有点脾气，然后就把我爷爷让从地上抱起来，就是这样。你看我视频就是往后推咯，推到我爷爷就摔跤咯，然后就撞到后脑勺咯。打电话给护工，就问他，我说我看到视频有这个，他当时还不承认。我们说一直是说有监控，让他过来看监控。说到他没办法去回国了，他就说，当时有推了爷爷一下。然后现在虽然我爷爷火化了，但是这个公道我还是要追回的。我不要求他做什么什么金钱赔偿，我不需要他这些人，我只需要他给我们家属一个道歉。